小林安静书。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小林美容院。客人，您的皮肤怎么伤成这样了？在青少年时期啊，皮肤都会比较敏感，所以很容易长痘痘。不过没关系，只要稍加管理就会好起来的。让我来帮助您。先给您戴上洗脸发箍。先整体帮您镇定一下敏感的皮肤。再帮您涂上保湿水乳。像这种特别干燥的地方啊，会给您贴上保湿膜。最后再敷上面膜就可以了。好滑嫩啊，您整张脸啊都在闪闪发光哦。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皮肤的清洁与保湿。那么今天呢，也祝大家能够愉快的度过哦，拜拜。